你把耳朵咋的了？给咬了呀？耳朵少一块。太刺激了吧！你玩的也太花了。豆腐，多点肉。哦，还有肉呢。你没看到呀？看到啊。可以，这个肉里啊。来来来，这个吧，你不要了，太少了肉。这个炒丝瓜。这是丝瓜，我不爱吃丝瓜。丝瓜，你给我弄出去一个。我不打上了，你随便吃点。多来点芹菜，我这两天有点，咋了？血压高了？不是，有点便。啥呀？哦，懂了。好，我多吃点萝卜。鱼给我三块行吗？几块？三块。两块。这两块是第一块碎下去了。三块。水果。我要香蕉。香蕉，这个粗点的。这短呀。短没事儿，短好使。我想要长的，不想要短的。这点你放。就这一点儿。够了，就不少了。水果是苹果没给我的。哎，苹果呢？是真多。行，好嘞，开饭了，家人们。